爱你只是想和你上床，但我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沙发、厨房我都可以。可以可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可以？因为我也沙发、厨房都。手借我帮你看一下手相。这样子，你命中缺我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小吴。就来撩我们吧，撩妹语录2.0。没错，距离上次撩妹语录已经过了很久，应该半年超过了。都快忘了。今天我们来拍撩妹语录第二集啦，到底工作人员会准备什么？好期待哦！毕竟你知道你很难撩，对，都有点看不下去，想说也不用这么硬啦。还是打败小心脏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在破人家梗呢。长相力很重要，你想象在场工作人员是你的菜，我的菜。那我说一句。我觉得还稍微熟练一点。好，我身上有个味道，只有你能除掉。除掉？对，我身上有一种味道，香水味。No， 没听过这个。我也没有。新的，新的，很香哎。是新的，对啊。味。啊，我懂了，你懂了吗？我懂了，哎，这有厉害到。乳蛇嘛，这是有创意。蛮有创意。有创意，我给分，我可以给到4分。就会觉得说什么味道，什么味道。我为什么不会？根本没有 sense。好像是罗迪卡还会的，努会。可是霍金蛮强的，有点莫名其妙的好笑。哈哈哈哈哈！手借我帮你看一下手相，就是卡住。对，哎，这很不错，怎么样？看样子你命中缺我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刚刚怎么会好太多？我就说，哎，手多大？看一下，因为这样。还是直接说你的脚有鸡眼吧。摸脚啊，你的肢体接触想要成这样摸脚也可以。对，你有肚脐吗？你有肚脐吗？被看到了。腹肌什么的。别人爱你只是想和你上床，但我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沙发、厨房我都可以。可以可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可以？因为我也沙发、厨房都。这是你个人吧？我以为他要讲就是上床以外的东西。还是你就像法律，而我是律师，我要钻法律漏洞。这我可以耶，这个我可以耶，好好笑的，这很强哎，这是好笑，对，好搞笑。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吗？我是你的人。哦。两分。哎，我觉得最近好倒霉。怎么了？因为我的好运都拿来遇见你。哦。还不错，我听过了。不管你多重，我都要。哦，哎，4分吗？可以3分。那评分，你们为什么？因为很认真，因为你很重要，就已经先可以撩了。哦。后面就有点玩笑，可是前面那句就已经先撩了，认真。直白。幽默的讲这件事。对，幽默讲这件事。如果说讲错，怎么太紧张？说虽然你很重，但是停住了，那就直接走了。你有玩过乐器吗？在聊天算吗？这是第一次。我会吹中音笛。吹直笛。你们一直聊多了心弦。哦。原来是心弦的。对，最近有谣言说我喜欢你，我要澄清一下，那不是谣言，这是真的。搭配起来干嘛？这还蛮甜蜜的。不然女生谁打断说就是谣言，谁讲的？谁呀？没喜欢我吧？莫名其妙。你应该喜欢我吧？对。就是说有看肚脐。那你有肚脐吗？以后有肚脐吗？是一个新的句子，2019年度金句。要来我家看我的肚脐吗？我输了，因为我心动了。因为你的脸上有点东西耶，有点可爱哦。长得很快哦，有点可爱，上次不是出对。你单身多久？2年多。对不起，让你等那么久。就是他是厉害的东西，都是在酒店，然后就唱《爱让人酒醉》了。那你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朋友哎，你还是改行做我的女友吧。哇！你发现了吗？真厉害，学起来。用石头跟榴莲打你，哪个比较痛？榴莲吧。应该是他的心里哦。滚蛋！会心痛。那你知道我跟唐僧的区别？我知道。唐僧取经，我取你。知道唐僧取经，那我不知道。我也取经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你跟猪八戒有什么区别？一样意思吗？没区别啊！你就会被我封锁拉黑阿发。你喜欢猫还是狗？狗。喜欢狗狗。汪汪。不烂就不烂哎！
狗想猫。你要还让狗咬的。毛球。那还不屑。那如果是狗呢？我们的撩妹语录二点零，来喜欢我们频道的键盘，记得追踪哦。最重要怎么样呢？开铃铛。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